好好好，哇哦。是你的欲望在扩散，关注上至下层，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，一秒一个天际浏览，一个胡说，蜻蜓点水都是之间的错，在这彼此感情快速消费时代，想要被看见，哦，无言流色，涂上色彩，还好我皮肤够黑，应该是跟阿妹谈的。哎呀，好开心！我叫许新文，今天今年21岁，然后刚刚大学毕业，好年轻。然后才签了一个经纪公司，然后再做一个新人的歌手。哦，你是歌手吗？难怪。哦，就算是职业歌手。对对对。你发片了吗？出了一首单曲。哦，单曲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做艺人之后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？就是不能吃。可以吃东西，怎么会不能吃？想吃就吃。可以吃东西啊，为什么不能吃东西？因为我稍微胖一点就各种上镜脸大，然后就被经纪人说你还吃，你都胖成这样了，你还吃，你脸都大成这样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现在不能吃到什么地步？我很好奇。就是只能吃叶子，就是菜叶子之类的，要均衡，这样不行。哇，现在做艺人这么辛苦啊，看来这一行不好混啊。对对对对，有想过转行吗？没，才刚开始就要转行，原来刚进来而已。啊，刚进来啊，没，要坚定他的意志，对，考验他，考一下他是吧？但我觉得许同学刚刚那个球一开的时候，你好像整个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而且气场也很足。我一直刚刚跟老肖说，也跟 Hebe 说，还有海泉说，你没有跟 JJ 说，因为太远。你很烦。没有，我一直在看他的笑前的那个小酒窝，很可爱。跟你一样，对，你应该多笑，因为刚刚在表演的时候没有笑那么明显。你知道刚才看你演唱哪几位老师是最认真的吗？
肯定是 JJ， 肯定是 JJ。刚才在看你演出的时候 ，JJ 老师一直是。真的吗？但是他不是最认真的，最认真的是羽泉的两位老师，他们是。我刚才很兴奋的是，因为他所掌握的舞台的能力其实毋庸置疑了，而且刚才我特别好奇，我心里猜啊，八九成啊，他是来挑战阿美姐的，所以我就帮助他赶紧过来一下。我确实是很喜欢阿美老师的啦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，我想这交给老萧好了。为什么？您来之前有想过心里的名单吗？从哪位导师先开始讨教？是我当时想的是，我知道这个人很难挑战，然后但是我想要跟他就是在同一个台上唱歌，因为他其实是让我走上这条路的一个人。对，就带你上路的人。对对对，因为以前我是一个学跳舞的人，就准备去就是舞蹈学院这种地方，我想说，哎呀，当一个 dancer 多好呀，又美美的，跳舞啊。我们这边跳舞跳最好的是 J 兄，不是不是，是你，是你，不是我。你舞跳得太好了。哎呀，不要这样讲，没有。结果我听到了一张专辑，然后我就说，妈妈，我要去学音乐。然后我妈说，为什么？请问你第一轮要讨教的导师是？林俊杰老师，林俊杰老师，恭喜！用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感觉已够安慰，乌云也不再多，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。时间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，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，用你给我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再大都不会累，我们都说好的，用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感觉已够安慰，乌云也不再多，我们也不为谁掉。是云朵一样。
翅膀飞。谢谢许昕本。